你妈也没拿大红包啊。哟，王总携夫人来视察了。张总来了。哦。哎。哎，称呼妈也没拿大红包啊。妈给准备费得给我北京了。不是，妈得给改口费吧？没有，我要给。哦，要给我呀？妈耶，倒过来了。媳妇儿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今天我们全家聚会啊，闺女现在也是一儿一女，我说我。哎呦，我们还有兰姐老幸福了啊！我叫安享，不叫兰姐啊，安享姑娘。你为人间幸福的所在。现在争什么呀？没你，我走的可爱了。现在就我在台湾，不就是大家感觉啊，这人怎么那么凶啊？好凶哦，王先生好凶哦。汪小菲停战大 S， 跟他真没意思，飙台湾腔变可爱。啊，我等也没用，我等也见不着，我怎么等？反正我能到台湾来，我离他近一点，健康在这生活就得了呗。汪小菲近日待在台湾，跟未婚妻 Mandy 脸 TT， 脾气也突然变好了。接下来就是见证一期情形。跟他争什么呀？没意思。你在这还有点机会能见着呢，你回北京离那么远，反正我就当到台北来度假了。不过小飞哥来台有感，大家都觉得他很凶。咱北京人就讲话就抑扬顿挫，就我在台湾不就是大家感觉啊，这人怎么那么凶啊，好凶哦，汪先生好凶哦，汪先生好凶哦。我说话就这样，那怎么弄呢？那你要我学台湾男生讲话，我也学不来呀、啊。遇上慈祥，以前那多锐利啊，你看你这样。在这个派出所。我实名报警，汪先生好凶哦！现在越长越慈祥，就连 Mandy 的 girl 也收服小飞哥了。你看我们家黑宝龙，你看我跟他现在长得像不像？眼睛就看眼睛，就看眼睛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现在这毛跟我这个一个色儿。你看我的鼻子现在有这趋势了啊，是可爱啊！你以后人家形容说，哎，小飞哥真的这个长得越来越可爱啊，多好！我叫来了，你从来不打理我。我横的比你好喽。医生就是说他太胖了，太胖了。小飞哥，真的，这个长得越来越可爱啊。